呀吼，欢迎收看冲浪天堂，我是阿啾。那今天要来试用的就是这款 FCS2， 然后 Mick Benny 的 Fin， 它是一款 large， 然后建议就是在75到95公斤去使用，那这就是一个参考。那像今天的话，浪有大概1人高，然后set 大概在1.5到2人左右，所以我想要试试看这一组 Fin。OK。时候有点不习惯，塞 fin 卡在浪壁的感觉不太一样。1.5到2人以上，那我就测试了这一组 fin， 那我们来试一下，就是测试过后的感觉。
连这种角度也能卡得住浪壁。浪来了，感觉快下雨了。差点用脸去卡浪壁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FCS2 M size 跟 L size 的大小有差多少。好， L size 大概比 M size 多出来一公分左右。好，我们来实际测一下，就是一般 FCS2 塑胶的 fin 的重量跟就是它这款碳纤维是 FCS2， 但是它是碳纤维的 fin 的重量大概有多少？看一下，这个是M size 的。然后看一下有多重，它是 side fin 哦，旁边的 fin， 侧边的 fin。好， 70.7 克。好，来看一下这个中舵，中舵有多重？来看一下有几克。好， 76.1 克。接下来我们要试这个 L size side fin 它有几克？好，是 75.6 克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中舵有几克？好， 73.9 克。这两款它的重量是完全相反的，像这款 M size 它的 side fin 它是比较轻。中舵的话是比较重，那跟这款L size 它是侧舵 side fin 的话它是比较重，然后中舵的话是比较轻，对，那大家可以参考一下。好，之前有看到有人在评论区有在问说，阿啾想要看我就是实测一下它的迪差农的其他的材质的 fin， 因为它这的话会比一般的普通的 fin
来的不太一样，因为它这是那种大鱼的尺寸，对，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 fish 大鱼的尺寸的 fin。那其实要找也是有，但是我不会去为了它，因为我也不是接业配，我不会为了它特别去就是换这种 fin 来试它的板子。好，那自从就是我打了就是第三个那个 fin box 那个孔之后，那我就没有再钓过这个 fin 了。那跟大家说明一下。好，如果喜欢这期视频的朋友，那就帮我点赞、订阅、加开启小铃铛。嗨，马达自己有多嘎，拜拜。最后大家参考就好，因为换了之后你还是你，他是 Mick Fanny。